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第十六页啊，这中间那一段啊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说啊，就下面啊，为世人故啊，于蓝毗尼园中生啊。那么这里是在讲啊，就整个底下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大略啊的这一生，从出生到成佛，乃至于后面到入涅槃啊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为了度众生所示现啊。那《法华经》也是这么说啊。那大圣经典的佛陀观跟部派佛教的佛陀观不太一样啊。那初级大圣里面啊，可以说部派佛教里面大众部，它基本上就开始有这一种佛陀来这个世间，他不是一般人啊，他是示现来的啊。那已经有这样的观念，所以像佛陀会生病，佛陀需要吃饭啊，那么有大小便啊，然后还要也会口渴啊，那也会遇到恶知识，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度众生方便示现的啊。那么已经有这样的观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就是我们上就是说这个成佛啊，然后示现啊，其实他可以直接成佛啊，但是为了度众生，要跟众生一样，所以示现做孩童、幼小、年少、成人。那么不同的诸时中，就是不同的时间啊，过一年、过两年、过十年、过二十年啊，然后就这样跟人的一生一样，次第说悉细数意福欲五欲具足人法，后渐渐老病死苦生厌患心。好，先讲到这里。那我们他这个过程大概就是跟这个我们说佛传里面、啊、大概佛手行藏、啊、算是比较完整、啊、比较早的。那跟佛手行藏、啊、那么里面说的、啊、大概是同一就是大概同一个次第的、啊、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、啊、我还没写完、啊、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佛手行藏里面、啊、他讲叫释迦佛啊，释迦佛的这个整个过程，那他这里是先讲到这个所谓啊，第一个先修学诸数义。那我们说过啊，这个里面也是写数义。那么数义基本上就是啊，一般我们叫做云文云武了啊。就当然你可以啊，基本上就是五数六义，或是说啊，一般五数文义啊。基本上是这样的啊，当然也可以很多种解释。那基本就是说修学啊，基本上分文武这两部分啊。那他这里是说到啊，这个佛陀啊，学射箭啊，学骑马啦 啊，那么学吠陀啦，吠陀就是比较属于我们就文科的嘛啊，我们讲文科跟术科嘛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那么学这些经论，然后学这个骑马啦、射箭啦 啊，这种种的，一文超世将、啊，不管他学什么，很快就学会，而且超过那个教他的人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是对佛陀的一种赞叹。好，那个这是前面讲的啊，五欲啦啊，我们把顺便就是对照课文看。那么这个就是跟佛陀行藏讲的啊，大概就是这一段了啊，我们就可以配合我佛陀行藏来看。然后另外啊，受五欲啊，具足人法啊，就讲他娶了没有多久啊，很年轻就娶了这个耶稣陀罗，到底几岁娶的？那有各种说法
啊，有的时候19岁娶啊，那么后来就生了罗侯罗啊，就是说佛陀在出家以前，罗侯罗已经出生了。这个各个经律基本上都是这样说，但是后来有一种传说，包括大智度论里面啊，大智度论里面也有啊，就是说佛陀成佛后，罗侯罗才出生。所以很多人啊误会这个耶稣陀罗啊，就是有外遇啊，就是不是佛陀的种了啊，那所以就要烧死他啊，也有这样的传说。然后就开始说到啊，罗侯罗啊过去生啊塞老鼠洞啊，然后所以他在肚子里面6年啊。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后来我们说各种传说，但事实上根据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记载。这个佛陀罗侯罗其实在佛陀出家以前他已经出生了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这个比较是正确的。那我们因为这个传说，大智里面也是记载这样啊，记载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罗侯罗才出生啊，就6年嘛，在肚子里面6年。那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我们说拜官野史了，就是说后面有一些不同的传说。那但实际上是罗侯罗在佛陀出家以前已经出生了，啊，这是一件。那我们因为这样就编了一个写了一个戒定正相的赞嘛，啊，耶稣免难消灾障啊，就是耶稣陀罗的这件事。那但是这个其实是在佛陀出家以前啊，他罗侯罗已经出生了，而且已经娶了耶稣陀罗。那这里有说到啊，这里还有说到啊，他说具足人法后，渐渐老病死苦，身厌万幸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开始啊讲这个是楚公平，这个是李玉平啊，就是开始他佛陀为什么生活那么好，又是王子，未来光明无量啊，那么过得好，吃得好，左右这个他的未来也是好的，为什么他会想出家？啊，那么就讲到这件事。那基本上有两种说法啊，但是依佛陀行藏的来讲，他是出宫游远啊，啊，就是皇宫里面也有花园，但是净饭王为了这个悉达多啊，这个王子外面也盖了很多花园啊，听说有下雨的时候的啊，有这个春天的，有夏天的。啊，有3个宫啊，然后盖得很漂亮啊，所以这个净饭王啊，就让劝这个悉达多啊，就尽量在五欲里面，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，阿斯陀先生就来跟他说，这个小孩子有32相啊，那么他要不是做转轮圣王，就是会成佛，出家成佛，那么他就只有单传，就只有一个这么一个儿子。啊，那应该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说法是说，耶稣摩耶夫人跟她的姐姐大爱道都是嫁给净饭王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大爱道也有一个儿子叫难陀啊，到难陀，那么也是这样算来，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。那么难陀也是净饭王的儿子。啊，但是就是耶稣陀罗这个只生不摩耶夫人大概就只生一个，那没有多久就死掉了嘛，只生这个悉达多这一个。那他一直很怕他出家啊，一直很怕他出家，从他出生他就担心这件事，就担心他出家啊。那所以他一直就是想尽各种方法啊，给他享受啊，给他世间的东西，然后也一直跟他说啊，就是我们有责任啊，对国家有责任。对百姓有责任啊，然后对父母有责任啊，就讲这个，然后要让他尽起这个责任，然后就类似都跟他讲这个了。好，然后就让他出去游远啊，就是游那些在王宫外为他盖的花园。好，那三次都是因为他要去这件事，在佛陀行藏有记载，就是说每次要游远之前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子未来可能出家。那所以他在游远之前已经都这个整理好了，就是说街道都打扫干净啊，然后这个悉达多王子要经过的地方都要布置得很漂亮，那路上都要扫得很干净啊，那周遭的那一些比较穷的
他路线会安排好啊，那比较好的、比较不好的、贫穷的、卑贱的啊，长得不好看的、老的、病的，全部不能出现啊，全部不能出现。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点类似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往皇后要过去的，然后就开始有警察啦，有那个保安啦，或是有那个维安的，然后就全部啊把不好的，说是有问题的都隔离起来啊，不让他们看到啊。那像有一些为了要办什么奥运啊什么，然后外国人要来看来看啊，然后就要把那些旧房子全部拆掉，穷人全部先赶走啊。那类似像这样，那金万王那个时候也做足了功夫，但是啊，但是这个不晓得是不是真的，我们不知道了。就是看到啊，所谓老病死，而且是分三次啊，三次。那一般说是禁居天人，禁居天人这个时候出现啊，通常都是刀立天、梵天，啊、哦，还有摩天，通常是这三个。那在出生或是在成佛的时候，出生跟成佛的时候是四王天、刀立天跟梵天，还有摩天啊。那禁居天人，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啊，就是禁居天啊，禁居天就啊五不还天的啊，禁居天人啊，他说禁居天的天人，那么这个视线啊天王啊，那么先视线老人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啊，他看到老病死这三种人，那么第一次见老人，他很惊讶，因为他没见过。你没有见过，你第一次见会很震撼，啊，那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。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见到死人也是非常震撼，亲眼见到死人，因为以前哦，我们乡下哈，只要有人死哈，都不可能见到的，因为他都是棺材，然后抬过去，然后房子都要，知道有那个送葬的队伍要经过哈，门都要关起来，门全部要关起来，要进去里面，好像要避煞这样的，通常没有见过。我从小没有见过死人，然后后来有一次亲身见到死人哦，也是非常震撼，就看他躺在那里，我从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睡觉，晚上都没办法睡，啊，我就一直在想人什么为什么会死，死是死到哪里去，啊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然后大概有整半年的时间都失眠，然后后来就得了脑神经衰弱啊，真的，然后就吃药啊，吃不好。啊，那非常震撼，就是你会觉得，因为那个人是淹水死的，然后捞起来之后过三天了，然后身体有一点烂，然后嘴巴这边又有泡啊，然后你看的就是也不是害怕，但是就是想到这释迦牟尼佛，想到以后我们也会死，那我们死是什么一回事？死到哪里去？就想到这件事，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办法睡觉，到了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。啊，真的就会有这种，就非常震撼。那见到老人跟病人还不会，释迦佛是见到老人跟病人，他就很震撼了、啊，他就很震撼。见到老人，我们周遭很多老人啊，我爷爷奶奶都是老人啊，但是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会觉得老人很可爱啊，没有觉得怎么样哦、啊。释迦佛见到老人，因为他周遭都是年轻的、庄严的啊，那么就是比较好看的，类似像这个啊。那么他见到老人，他第一件事就想：那这是什么人？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我们的觉性，就是说我们觉照的能力，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，见到好跟不好，你怎么想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不会想啊，如果你看到每一个境界，你都能够觉照的话，那么你在看经典或是在体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掌握到它的核心，而不是看它的表面。你直接看到它的里面就是实相，而不是表象。因为世间的法都有所谓的表象跟实相。表象就是表现在外面的。那表现在外面的其实是各种因缘合合而成的。那么它真正的实相不是外面的表象可以看见的。你必须穿透表象才能够看透实相。基本上要这样，那么像老病死这个也是一种相而已。好，那它分两个层次，释迦佛分两个层次，第一个就是知道有老病死，然后感到害怕；第二个他自己想，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个老病死？我一直害怕是没有用的，我必须解决它。啊，
就是要这样。那我们遇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也常常会产生害怕哦，然后就忧愁、忧郁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这只会削弱你的心力。所以他后来，那我不应该为这件事情产生害怕，所有人都会这样，我应该努力解决它，就是把忧虑的心，没有忧虑，你那个心就比较有力量，把所有的心力集中在解决你害怕的这件事。比如说啊，很多人害怕鬼，害怕未来生病没有人照顾，害怕未来没有钱啊，害怕自己变丑，害怕自己要很多很多害怕，害怕失去父母，害怕失去小孩，害怕变成贫穷，反正很多，你会害怕很多种事情。那释迦佛一开始啊，他拥有很多，但是他会害怕老病死，但是先要有害怕，就是说你要先了解世间的人都会有老病死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老人，他很震撼，因为他周遭的没有老人。那一般我们不会啦，像我们见到老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啊，就本来就会老，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老。我们见到死人，我们也觉得人本来就会死，也不会怎样啊。但是我们虽然想到我们会死，但是我们会觉得还没有那么快轮到我啊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害怕啊。那这通常就是说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迷失啊，就是你没有绝招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，这个是还蛮可以讲的了，就是说对我们的修学佛法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。就是说释迦佛为什么可以成佛，他为什么那么快出家到成佛只有6年，他从不懂，完全不懂，我们还是已经学习佛法，他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所谓佛法，他那个时候没有佛法可以学，他也不知道业报因果的道理，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他从开始学到他成佛只有6年的时间，他就成就了。为什么？那么这个其实跟他平常看见事，看见一个现象，他就会如理思维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如理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徒，不管在家出家，比较欠缺的就是如理思维。那你说我也会想啊，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啊，师父你讲的我知道，但是这个不容易做到，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做不到，那这个就开始分了啊。所以表示说你知道还不叫做如理思维，你只是了解这样的解释。当你说这个知道但是做不到的时候，那个就叫做不如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基本上是做到跟知道跟做到之间，他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。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要修行啊，那所以后来所谓知行合一，那么这个当然不容易，但不容易不是做不到，那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为什么知道了之后做不到？那有一些你所谓的知道，你根本只看到表象，你不是真知道，所以才会产生第一个我知道我做不到，而不是我做不到，我看到的人都做不到，我所知道的人也都做不到，所以我做不到是正常的，本来就做不到，后来就变成这样了，本来就不可能做到，我们又不是佛，后来又变成我们又不是观音菩萨啊，那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那是祖师大德的境界。那这样就叫做不如理思维了哦。我们把自己阻隔在解脱之外，阻隔在祖师大德之外。祖师大德怎么来的？佛怎么来的？那么你要从他，不是说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重视的都是在啊，佛怎么降伏魔啊？那么佛怎么成佛这件事？你不晓得从他出生到他成佛，这每一里路，每一个境界都是他成佛的过程。从他还没发心离欲要出家，到他要出家这个过程，他是怎么形成的？从他出家到他解脱这个过程又是什么？那么这每一步，这每一个过程，他都有关系的。
如果你在遇见这种事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想，那你怎么可能出家？就算你出了家，你遇见这种事你也是习惯这样想，就是你没有那一种觉照性、啊、那你没有那种觉照性，成佛不过就是觉行圆满、啊、那让你的觉察能力变成一种觉悟、啊、那么觉悟世间的一切法，一切境界都在你的觉悟范围里面，你觉悟了一切法、啊、所以叫做一切智者。那我们如果每一件事发生的每一件事你都产生烦恼、忧虑、痛苦、恐怖、不安，你都没有能力解决，那你期望有一天我坐在树下努力修行我就可以开悟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好像你的身体健康必须你的生活习惯、啊、那么每一次的生活习惯都影响你未来的身体健康，你每一次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吃什么、做些什么事都对你的身心会有影响。那么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让它变成好的影响，那么你 不用刻意求身体健康，那么当然也要有那种力量一直往前，那么你就会有身体健康这件事。好，觉悟也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在面对每一次的境界的时候你都要会想。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想？好，那我们学佛，我们来看看佛陀都是怎么想，他遇见了哪些事他都怎么想。如果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我们看祖师大德的传记、啊、那么看佛陀的传记，知道佛陀的一生，我们必须要理解，我们必须一直要反省跟反观。如果是我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，我有没有遇见这些事，那我是怎么想，佛是怎么想。好，那我已经不会想了，或不知不觉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佛是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学佛，那么我就开始要这样想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并不是因为佛法包含佛所说的，我们所学习的大部分是在佛所说这一块，但是最重要的也有一块叫做佛所行的，佛表现出来的身教，就是佛当时遇见这件事，那他是怎么做的，他是怎么想的。那我们不会这么想，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我们就要这样想，我们就要这样做。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一块，如果你没有察觉到，你天天读很多经典，想要从经典里面去体会到佛法的真实意，那么就不容易，它有隔碍，因为你的心失去了那种觉照力。觉照不是在看经典的时候有分析能力，而是在见世间的一切法的时候，你都能够如理的分析它，如理的觉知它。那么这一块是就是在日常，就禅宗讲的道在日常生活中。那么它并不是只有日常生活，而是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说都是缘起合合的，那么都是一种表象，世间执着在表象，包括我，包括后来究竟我也是一种表象。那么你如果没有看办法看得透世间的表象，你怎么能够看到根深蒂固的这个我的真相啊，实相啊，没有办法啊。那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说就三次见到老病死啊，那么他开始，他第一个就先问啊，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老人，为什么会老？人长大了，渐渐就变老，这没有人例外。他在问旁边的四个侍从，我也会老吗？是的，我也会老。那么他心里面就想到，哎呀，老人驼背啊，然后这个皮肤又重，然后走路又不方便，然后讲话又不清楚。然后就这样啊，非常辛苦。那我也会老，那我以后老了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接受，你只能接受。那么后来他心里面，他还没去到花园，他就不想去了，他心情就不好了，啊，就不要去了。一直想到我以后会老，会像他那样，
啊，那想做的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做啊，然后身体就要有很多的病苦啊，就心里面就不欢喜了，不欢喜就开始产生害怕，这种害怕让他无心再怎么样，无心再游远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就回宫去了。这一回宫，金万王说：“哎，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”啊，这个侍从就跟他说：“啊，是因为啊，做太子啊，外出见到一个老人啊，啊，然后他就开始问了很多问题，然后心情就不好啊，就回来了，就不去了。”这个金万王想了之后啊，那么第二次啊，再劝他出去游玩，啊，然后第二次就更加严犯了，就是那个侍从先把周遭老的、病的什么都去掉了。啊，然后还派更多的人在讨论防范，一有那个老的病都出现了，就要把他怎么样啊，就把他移开了，不让王子见到。结果第二次啊，隔没多久啊，第一次去就见到老人嘛，啊，那么后来就见到病人，这个病人比老人更糟糕啊，这病人就很辛苦，躺在那边喘着要死不死的那一种。金万王不是把这些人都排除在外了吗？他怎么能够看到呢？在他到花园的路上，啊，都有那个维安的，都把那些都排除掉了。那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说这个近居天人变现的，他就变现一个病人。他看到病人比老人更震撼，比老人更震撼。然后也是这样，那又是什么人？我以后也会病吗？啊，只要是老之后就会病，不老也会病，不老也会病，老是。有些人不一定活到老，但是从小到大很少不生病的，啊，那么除非你的不杀生业持得非常清净，啊，像伯居罗这样，啊，那无不死，啊，就是他就是不会生病，啊，那会老但是不病，啊，那但是我们这个是业报身，他器官会衰化，衰化老就是一种病，老本身就是一种病，啊，那么衰化之后他就会死，啊，就没有办法再运作了。啊，像心脏啊，能够跳动的次数是有限的，啊，是跳动的次数到了，它就怎么样啊？它就不能再跳了，啊，那个细胞分裂的次数也是有限的，啊，它不能就一直在生，一直在生，没办法，啊，那么看到病人之后，释迦佛也是问，悉达多太子也是问，那么我也会病吗？会，啊，每一个人都会病啊，没有不病的，所以他出去还没到花园，又回来了。啊，又回来了，又没去了。这金万王看到啊，就开始处罚那一些旁边负责的人，就告诉你们啊，不要让太子啊见到啊这些不好的现象。你怎么让他见到？你们都没有弄好啊，他怎么弄啊？天人事件你没办法啊，他就是会出现了，啊。然后最后看到死人，更震撼了，啊，更震撼。躺在那里，旁边有人在哭啊。我以前看到死人也是这样啊，就是因为他。我们隔壁的那个，毕竟那个邻居啊，然后以前下大雨的时候啊，会涨水啊，会淹水了，然后那个鱼纹里面的鱼都跑出来，然后他们就去抓鱼，结果抓鱼之后就到河里面，那个河都长得很高啊，然后他可能就是淹死在河里面，三天都找不到，第四天找到捞起来，我们都跑去看，小孩子都跑去看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我才国小。都跑去看，一看到不得了，回来就真的不能睡觉，啊，半年都没办法睡觉，就是睡不好了。第一天回来根本没办法睡，啊，那个心非常害怕，非常害怕，想说一直在想这件事：人死了到底到哪里去？人为什么会死？死了到底到哪里去？有没有灵魂？啊，就想这些事，哇，就想到没办法睡觉。那想到说我死了。就开始会想哦，我死了，我像他那样躺在那里，一动都不动了。我的爸爸妈妈在旁边哭，和我的谁在旁边哭？我那个时候，我到底是知道不知道？我在哪里？我又是什么？我可以想这些呢。后来都没办法睡觉，半年都没办法睡觉，真的。看了很多那种脑神经衰弱的药，中医讲都没办法睡。然后后来是念那个开始念那个白衣神咒。那念那个心经啊，开始变好的啊，不然真的没办法啊。那你会发现到，因为起大恐怖心，会非常害怕。想一想说，那如果是我，那怎么办？好，那释迦佛，你看他开始就说了这些话，
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的啊，他是第一个先讲这个了啊，然后第二个就讲这个啊。第一个先讲这个，然后第二个先讲这个。但是我们看看这样照这个次序来看啊，可能会比较顺。他说就好像啊，他回来啊，他晋怀王又劝他怎样，他都没有心了啊。这在讲他为什么会离欲出家，就是他的王宫生活过得那么好啊。一般来讲，富贵修道难，但是对一个有觉悟的人来讲，有觉性的人来讲，富贵修道也不难。那么对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来讲，贫穷跟富贵都是障道，贫穷也障道啊，因为贫穷他要修道啊，又吃不饱了，我都吃不饱了，我还跟你去念经，跟你念佛，我明天孩子都养不活了，我还跟你去八关斋戒啊，那没办法啊。那么他越贫穷他越不可能修道，那有些是越富贵越不可能修道，但是对一个能够如理思维的人，不管他身在贫穷，他身在富贵，他都可以修道。富贵，他就叫做真上缘，啊，他不用担心很多事，真上缘。如果是贫穷，他就叫逆真上缘，啊，他都会真上。如果不会想的人，贫穷跟富贵都会让他堕落，啊，富贵就会让他享受五欲。沉溺在五欲之间，贫穷都会让他心生不满，啊，那么他会一样会要追求五欲，就一生都在追求五欲。那么如果富贵的人一生都在享受五欲，啊，那么同样都是什么？同样都是障道。但是对于一个有觉性的人来讲，啊，就觉悟性比较高的，那么贫穷跟富贵都会让他增上。所以我们重点是要启发我们的觉性。那这种觉性就是由看世间的一切你都会反观，那这个很重要啊。比如说释迦佛讲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啊，那这个要应用我们到生活上里面来啊。等一下跟大家讲，他说他据自身，他想到自己会有老病死，然后他后来，我们说他分两个层次嘛，第一个他害怕以后我也会这样，所以他一直在这个恐惧之中。后来他怎么走出来的？他就说我不应该害怕他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，这个只是事实，我应该克服他，我不应该害怕这件事，我应该克服这件事，解决这件事啊。你看这个就不一样哦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很多人一直活在已经发生的事，这些事是不如意的，他不喜欢，但是他只是一直害怕，一直担忧，一直害怕，一直担忧，他只能无奈的接受。不对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的，它都是表象。那么你只要是因缘和合的事，就都可以被解决。也许不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的老病死也可以被解决，但是这一次的老病死不会被解决，因为它一定要发生。但发生了之后，以后不会有老病死。那么他还是解决啊。那所以我们在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知道世间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因缘和合的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无我。但是他没有自信，就是他不一定要这样，或是决定会这样，或是对我来讲我决定要这样。不是的，我是可以改变这些事的。只要你我们叫做缘起有两种嘛，生死流转的跟涅槃幻灭的，它主要的关键是什么？那么我们不去，就是如果我们想让这件事情一直延续，那么我们一直要具足这样的因缘。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或以后不要再发生，那么我们就要去除它所拥有的关键因素，就是因缘。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去看，你对于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，将发生的一切事，或是已发生的一切事，你都不会感到害怕，你都不会感到害怕，因为已经发生了。你从它发生的因缘里面，你知道它怎么发生的，你未来可以截断，将来会发生的，如果你可以阻止，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你个人的因缘，它是共业的因缘啊。比如说，很多人担心战争，担心贫穷。那这些不是你应该要担心的，
这些不是你应该要担心的。你要担心的是，假设这个事情，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嘛。假设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，那么在它发生的时候，共业中还有别业，那么你要怎么面对？你有没有办法面对？那么你要怎么样在里面增上？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或是说你怎么样避免受苦？那么事情还是发生，但是有的人苦，有的人不苦，有的人身心皆苦，有的人身苦心不苦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佛法教导我们就是坦然的面对这个世间，那么知道它行前的原因，并让它就是你如果要让它继续下去，你就要继续保持这种原因。如果你不让它继续下去，你必须截断这种原因。好，那所以他后来啊，他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净饭王很担心他开始啊不喜好这个世间了，所以就用很多的方法啊，因为他里面很多宫女嘛，那么都来啊，都来就是啊，就是来跟他就是找他玩啊，或是啊跟他跳舞给他看啊，反正种种这一些。在武艺上面啊，净饭王是更加足了功力，吃得好的，穿得好的，然后更多的这些他的这些兄弟啦，都年轻的，或是他的这一些宫女啊，全部啊，就是跟他唱歌跳舞这一类的。但是他心里面，他的心已经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，耿耿于怀。他会觉得，我以后会老，我以后会病，我以后会死，那心里面就挂碍住了。就没有心在做其他的，他心里面一直想这件事。好，那么像类似像这样的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两个人吵架，啊，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很多境界，会有发生很多现象。看这两个人在吵架，那我们一般都是用看戏的心情啊来看他吵架啊，男主角、女主角或两个主角他们吵架，其实不是。佛法来看，一件现象，那么它都是表象。那么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反观回来，那么这两个人，比如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在吵架，他在吵些什么，那么谁比较有理，谁比较没有理啊？那你可以这样分析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最终你一定要反观回来，我这个人不讲理，那我有没有像他这个的时候，就是我有时候烦恼起来我也不讲理，我有时候烦恼起来也不讲理。那你看到别人不讲理的时候，你就要思维自己有没有这种状况。那你要看到别人讲得条条有理，而且被这个人骂或被这个人讲他都不动心的时候，你也要看，哦，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。就是好的不管一件事情，你一定可以看到好跟不好的。那么看到好的，你就要想我有没有这样，看到不好的，你也要想我有没有这样。那么马上就要想回来，那如果那个吵架的一个是我，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彼此怨恨或是彼此伤害？我要怎么做，它的关键处在哪里？就是说这个人一直吵，越吵越凶，跟吵一吵没有多久他们两个就不吵了，那都会有啊，就是会有这种。那么这其中吵跟不吵的因缘在哪里？那如果是我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 让这样不好的行为缓和或变好，转化成好的？那么有一些你会看到多数是越骂越凶，甚至骂到打架啊。然后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做？就是你看到一切现象，你都要能够反观回来，从这一切现象里面如理思维，这样你养成这种习惯啊。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，甚至是一棵树掉下来，一棵树被砍倒，乃至一棵树的叶子掉下来，你都会想诸行无常的道理，你都会想时间到了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有所谓的生诸一灭这件事。那么你都会想，那么我的身体也是这样啊，这棵树经历了啊，这个树叶啊，从
从小到大，从绿到黄，到掉下来，那么我们的人一生也是会这样。那你就开始想，甚至从一棵树上，你都可以想到你自己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，所以你看哦，他第一个是讲这个了啊，他说见他老病死，不知自观察，就是说你看到别人的这样的现象，那么你就要问，你就要知道我有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现象发生在我身上啊。那么最好的医生就是能够什么预防，预防生病啊，预防生病啊。那么能够治那个疑难杂症的，我们都说是最好的，就是那个绝症的，那个绝症把它治好，那个医生最高明。不对，让这个人不会生病，那个医生最高明，让这个人不会生病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不会去找医生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跟医生学习怎么样不生病的方法，而不是我们生了病要吃什么药啊。当然已经生病的人就没办法了，最厉害的医生是可以告诉你让你不生病。那么差一点的医生，你生了病他马上跟你治好，不会让这个病恶化变成绝症。那么再差一点的医生就是可以把你的绝症医好。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得了绝症了，或是得了医不好的病了，很难医的病啊，疑难杂症啊，才要去找最高明的医生。不是，最高明的医生让你不生病，再更高明的医生让你没有生死。佛陀，所以佛陀是大医王嘛，而且就算你在生死之中，你不容易有生病跟心病，生病很难避免，但心病不会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他说见他老病死，不知自观察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重点，见他起烦恼，不知自观察；见他起贪心，不知道自观察；见他起嗔心，不知道自观察；见他无贪心，不知自观察；见他无嗔心，不知自观察。你看，这个就在这里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佛法也是这样啊，治一止，法一止。佛陀有说啊，我不摄受众，我不领导众，治一止，法一止。我跟你讲道理，跟你讲方法，你自己依方法得解脱，不是靠我得解脱，不是，不是你在我身边你就可以解脱，不是。何况你在我身边，你都不一定得解脱了，何况你看着我的像拜我，啊，念着我的名字，你可以得解脱？那不是这样子的。啊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事则泥木人，当有何心？你就是你不会想啊，简单讲就是你就跟那个石头木头人一样，根本就没有那个心，没有那个会想的心，根本就不会想。那么我们多数的人，我们多数的人其实不太关心别人，也不太去观察这个世间，他只关心自己。可是你如果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你要从观察这个世间来了解自己，从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。我们讲这个精进，精进有四种，真正的精进，正精进有四种：以身的恶法，以身的恶法令速断，就是已经生烦恼了，怎么样让它快速的断除这个烦恼？未生的恶法令不生。好，那没有生的恶法，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恶法？从观察别人，从观察现象知道的，观察别人哦，在这个地方起贪心，在这个时候起嗔心，你就要想，如果我也在这个时候，我会不会起贪心？如果我也在这种境界下，我会不会起嗔心？你就要想哦，那你想，哎，因为我没有到那种境界嘛，就是我没有正反的时候嘛，就是说我肚子又饿了，又找不到吃的了，你又在那边埋怨我了，这个时候我就起嗔心了。那你平常没有这个时候，所以你不会起嗔心嘛？但是如果你也在这个时候，你会不会起嗔心？你就要观察了。那你发现到会的时候，可能会的时候，你就要预防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要做预防了。所以未生的恶令不生，未生的烦恼令不起。未生的烦恼本来就没有啊，我怎么我何必要让他把时间浪费在这里，让他不起？不对，就好像别人招小偷了，那小偷没有进你家嘛？那这个人招小偷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锁换掉，把门窗，把那个门，因为他是从窗户进去的嘛，
所以他就把那个窗户加铁条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，那么我的家会不会遭小偷？会，你马上要做这件事。那个地方有土石流了，那么淹水淹到了啊，土石流了，你就要想，我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土石流？如果会，你马上要解决，种树啦，或是做水道、水沟啦。你不能等他来的时候你再解决，那个亡羊补牢也是可以，但是你必须防范在前面。这个是佛陀教我们的方法，从他去游园的时候，见老病死的时候就有了。那这个后来佛陀在《杂含经》里面有讲到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。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学佛的人很重要，就是要自观察这件事，反省自观察这件事。那么从一切境界，从一切境界里面反省自观察。所以他说，然后第二个他说，如空野双树啊，你看他在这个旷野里面有两棵树，都长得很大啊，花月巨茂盛。那我们平常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啦，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啊，就花月巨茂盛啊，未来前途无量啊，或是企业家40岁、50岁中年人意气风发啊，都是这样。但你会看到这个财产又多，儿女又孝顺，意气风发，企业又大的时候，忽然间40岁、50岁猝死了，或是得了绝症啊，你常常会听到这种事，非常多，非常多。那你听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？啊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我们很容易从电视、报纸，然后左右邻居、亲戚朋友身上听见很多事，看见很多事，甚至有些事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啊，就是从电视、报纸，从他人的嘴里，还是我们亲眼看到，还是就发生在我们身上。那这一些现象，你都怎么想？想了之后怎么做？那么这一些就决定你未来修学佛法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因为思想是一种习惯性，思想是一种习惯性，这个习惯才引发你习惯的行为，这个行为就造成你的性格，那么就决定你未来会是怎么样一种人。那你未来会不会是有解脱气氛的人？就决定在你平时是不是如理思维的人，是不是会观察的人。平常这些现象你都不会观察，你认为你可以很清楚的观照五蕴无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也不容易。那么粗的现象你都观察不来，你都不会观察，那么细的你怎么观察？表象你都看不到了，第一层你就迷失了，你看不到第二层了，你怎么看到最里面？那是没办法的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必须除了在佛法上学习的这些，我们必须运用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相。那因为佛法最终就是讲一切法，一切法的实相，一切法不是在文字上，不是在语言上，不是在经论上，就在一切现象上。那么你当然一开始我们不知道，那我们从经典上开始慢慢扩展到一切法上面，那么这个才能够让你在修行的时候它得力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他说空野双树，花月巨茂盛，已被斩，有一棵被斩掉了，有一棵被砍掉了，第二不知不，第二棵就在他旁边，他砍掉第一棵会不会来砍第二棵？会。但是他知道害怕吗？不知道害怕啊。那我们有一点像这样，所以一样，他见到老病死就是这种情形。他现在那个时候正年轻，离老、离病、离死有一段距离。那今天砍了这棵树，一个月之后来砍这棵树，一样啊。那么你等一下就轮，所以后来有人讲嘛，啊，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怎样？渐渐轮到我，就讲这件事。所以修行第一个要先从无常，你要先体会无常，从无常里面发什么？发出离心。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他这个叫做离欲嘛。这个是你怎么样修道，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。出离心是心要出离什么？
出离生死，就老病死，出离苦。这个心要出离什么？要出离苦。那么包括这个老病死，就出离生死啊，出离这个老病死苦。那所以才要什么？要先出离五欲。那为了要出离五欲，所以要出家。因为家就是五欲的系缚，你在家你就很难脱离这种五欲系缚，你很难脱离，环境所逼，环境所迫，所以变成要出家。所以出家最重要的是要出离五欲，出离五欲最重要的是，因为老病死是五欲为因的，所以要出离老病死。那老病死只是苦的代表而已，所以重点是要出离苦。那这个都从你的出离心开始，所以解脱到发出离心，修什么？修戒定慧，得什么？得正四双八倍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那么菩萨道也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的，菩萨道也是建立在出离心上面，只是不离这个世间，然后来度众。它本身是出离心的，心不染着五欲的，虽在五欲里面不染着五欲。那么这个必须是在出离心上面完成的，那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就说到释迦佛在什么时候发出离心觉察，那 后面还有啊，我们先下课。